了，该不该招起来了，了不得。吃了焊接浆糊塔。锁了一过机器烫一下，抢都无法抢，烫就不行。你很了解。这里有交工。这一摇嘞还中了，这一摇嘞还弄不灭。放外头着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位。你要那个合作，你们好像还在招着呢是吧？还在招呢。你好，阿妈，合作又忙干了又。大姐说什么原因起的火？他这电暖气，电暖气做了活都那个脚，他这边的工人，昨晚才凉了。电昨晚电的话，那边这边叫他这救护车朝那边那站那黄灯上叫他救完了，他不进那院里去，就全都那。啊、那几点？我问你几点起的火？12:30。12:30。过火面积有多大？过火面积，每一开都是这一间房能大，一开这面积。啊，损失多少？损失多少？300万，俺那300万了。有人员伤亡吗？没有。谁报的警？俺那边的人报的警。几点起的火？大约时间？12:00多哈，不到一点哈、嗯。你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都看见什么了？都看见什么了呀？都看见地上都冒烟，冒那宿舍楼冒烟，都讲都坐了都二楼，他搁到那楼上开始弄那的，全弄那的。这是你家开的工厂吗？俺自个个人的，俺的家产都给这里，你说俺那没啥，哪能俺那？啥也没啥，还有两个孩子上学，俺那。还有这些工人开支，你说都是。我全没开的。不知道咋弄，我都说的。个人企业了。反正开的也是人家练能拿的命。这旁边都是你们的工人是吧？这都是俺工人这边。当时起火的时候，你们自救了没有啊？有自救。点着灭火器，他哥摸。点着灭火器，他那边点灭火器，一着的快得很，亮一分钟就着起来了都。那你贵姓啊？我姓李。你姓李哈？成能大了很。好，谢谢啊。家产多都给这那么砸弄着了。好。家产也这个家产。你有话要说吗？
我一话说，你这人得给俺弄那给俺那做主，完了没有啥了，完了这俺娘这开的，啥也没啥了，啥也完蛋了，今儿弄这干那年的活都没啥了。哎呀，好的，好的啊，嗯。啥也没啥。哦，啥也没得，等于都全烧完了是吧？全烧完了，啥也没带过来，没有弄啥的。啊，那你们的节都不好过是吧？啊，怎么你说？我说这个节都不好过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过嘛节都准备回家的，马上都放假了。放假回家了。那啥东西也没啥，你都说那还有两个孩子上学。你给多发布点新闻。哎，好的。完了还有两个孩子上学。我在现场，我听着好像有煤气罐的爆炸声。没有煤气罐。有煤气罐吗？啊，煤气罐，你这给俺厨房，给俺厨房底下的爆炸，俺家没知道啊。嗯。给俺一楼的，他的爆炸不爆炸，俺知不道哎。嗯。好的。